哎，等一下，大牌好像是以前的模式，五六我一点，哎，臭味啊，味道还是一样，没有变你，汽油妹，哦，就叫他选有叱咤车，他们交往三个月就分手了，我甩他，你甩他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嘴炮，不是，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喜宴，然后六年后也是在同一个喜宴，我们一个地点，更可怕的是结婚还是同一个，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个门。